この電車は明治神宮前原宿です。4番線哎呀，各位好，又来年末和大家伙聊天了啊！哎，每次都是赶上滨崎步的跨年演唱会，我都会来这凑个热闹。有的朋友都说了啊，今年你去不去啊？能不来吗？那肯定得来啊，对吧？哎呀，但唯一的区别就是以前啊，每当这个时候，尤其是12月31号啊。12月20几号就开始放假了嘛，然后这几天肯定是不会早起，但是今年年末例外，我改过来了，所以说现在我特别困，这起得早那肯定就那困得早啊。哎呀，也不知道今儿这场全记录是不是能录好，我尽力了。皆さんこんにちは。良いお年を。基本的に毎年の12月の20何日から31日まで、すごく遅く起きますよ。でも今年私が直しました。すごく早起きて、で今はすごく眠いんですよ。だから今日のライブは、いや、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って、まだわかんないんですけど、でも頑張ります。OK。So many thanks for watching my video, and I wish you a happy new year. Actually, when do you usually get up?When do you usually get up? Generally, I always get up so late, especially December 20, from 25th to 31, especially today, in every year, I always get up so late. But today, this year, I changed. I get up so early, so now I feel so sleepy. I don't know what should I do, but I will try my best to record everything that I can record. Thank you.有的朋友还怕我今年不来呢，因为他知道每次我都会去明治神宫去那儿拍一下，还真有朋友借着我的镜头每次都许愿，所以他们还想还愿。哎呀，咱们上楼梯是吧？是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来一下比较好。而且今年也是算是疫情过去的第一年吧，这应该算，因为各种解封嘛，这个码也不要，那个码也不要，所以我觉得至少在那一块应该是比较热闹的。其实说句实话，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每次来这儿最重要的就是能坐到高处。这其实很多朋友不是很理解啊，说你为什么不坐底下？我坐过一回底下，我一个朋友帮我买了一次票，坐底下看什么清楚呢？就是
看那个滨崎步算是挺清楚的，因为我本身两只眼睛都是2.0嘛，好像我就算坐在哪儿我都能看得见，而且看得非常清楚。但是呢，我每次来这儿是看，就是以他的演唱会的创意为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是在底下的话，你上面那些机器机关什么的你都看不见，所以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导致就是很多东西我想看根本就看不见。因为现在我在公司里，我也是从事创意型工作的，所以对于滨崎步的他这些想法我还是挺想学一学的。这个是我今天头一回看见，以前我也没看见过有这东西。这是什么？啊，我估计可能就是为整队用的啊，挺好挺好。すみません、どうぞどうぞ、大丈夫です、終わりました終わりました、あ、はい、はい、いやいやいや、反正嘛，这会场前呀，也就这点地儿，每次跪着包堆也就这点活动范围，但是我尽可能的把它拍细一点。哇，这很难得呀，这男的。啊，这妈妈和小孩真可爱。哇、哦，
すみません。怎么开呀？我靠，每次在这夹缝里拍真是难死，因为我个儿太高了，要不就挡着别人视线，要不就是一一柱子在这儿，哎呀，老给人添乱。哎，对，我进去看看。哎，我刚才看了半天，好像没有卖吃的呀，要是有卖吃的呢，还准备想买一个呢。哎，简直是难啊，踉踉跄跄的终于拍完了，手没法不抖，因为稍微一不注意吧就能踩着别人。他为什么这次把这喇叭放这儿了呢？哎呀，行啊，会场前面基本上都录下来了啊。对，车啊，ごめんなさい。
我觉得我已经不困了。这个 end 到底是这是为什么？各位有知道的吗？说那单曲吗？我瞎说的啊。有懂行的朋友请教授一下。哇，都在忙着，哇塞！我这还有呢。哇！这应该是显示器最多的一辆车了吧？我这还有啊。何ですか？い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すごい。すご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上も？お、これどう作ったんですか？お、素晴らしい。あ、そうですか。い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良いお年を。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わ、太熱心了。我都没注意。
可能是我刚才在那一块巨华丽的那个车背后，可能我是拍的最认真的一个，可能感动到他了吧。每次都能看见一小波人在那儿围一圈，拿个小板凳在那儿试点东西。然后每次我也是在这不断的拍，不走到头不死心。也就这一会儿了，以后也其他时间也看不见这个景儿啊，对吧？那就认真的拍一下吧。我估计没了，再往前走走吧。啊，我估计没了。行，那就到这儿。想当初我也来过这儿，但是从这儿进去实在是什么都看不见。很多朋友以为我拿三脚架拍的，我说为什么我没有那东西啊？他们说，我看看这是什么。这上面还真没写我，没有写我的诞生日啊！啊，你怎么着吧？这各位啊，这个也就这么一看啊。我刚说哪儿了啊？对，这个很多朋友以为我有自拍杆，我没有自拍杆，我就是手拿着拍啊。那都是没什么用的东西啊。再说了，有自拍杆又能怎样，对吧？架不住我这个头就是一杆，是吧？我的手臂也可以是杆儿啊！我刚才看他那个，就是你哪年生啊？然后今年就什么，是运呀，还是恶呀，对吧？这鞠一躬，对吧？鞠一躬。这个东西，各位，咱们看看差不多就得了。但是不管你是幸运还是有什么恶界的东西啊，我觉得你最重要的就是。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只要能做到这一点，那你一定是幸运的。你就算受到了挫折，在将来也会成为宝贝。所以总的来说，还是幸运的成分更多一些。我呢，微博其实很少用，微博、微信我都很少用，因为我觉得那玩意儿不是很正常啊。但有偶尔会用，比如说滨崎步的超话，我就看有的朋友啊，他是怎么回事，就是以前就是什么都没有，而且他是很晚才喜欢滨崎步的，我是2004年开始我才听滨崎步的，人家可能是2018年或者2017年，对吧？那个时候就很晚了，
然后那时候他什么都没有，但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他是这接二连三的能够得到和滨崎步接触的机会，比如说握个手啊，或者说坐同一架飞机呀，坐同一辆火车呀，对吧？或者甚至去厕所呀，他总能得到这样的机会。我当时就想，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如果要是没有真诚的心，是不可能得到这些机会的。这些怎么能是偶然呢？我觉得不是偶然。所以我觉得啊，就是这中国有句古话啊，叫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对吧？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啊，明年就是龙年啊，可能对于中国人来讲的话，可能龙年可能再晚一点啊，就是在龙年的时候，如果说你要是怀着一颗特别真挚的心啊，去奔你的理想，我觉得你肯定能成功。虽然说这可能得花点时间，你比如说刚才我说到那个人啊，那人我并不认识啊，但是就是他也是花了，我想从18到现在也是五六年的时间了，他就没放弃过。哎，他是真的喜欢。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每次去看个演唱会也基本上就是学习去了，可以说是啊。你像刚才就是那个车特别特别华丽的那车，正好播的那个录像是去年跨年 I am 对吧，那首歌我是非常喜欢那首歌，因为他那个他用的那些汉字啊，我觉得很有创意，我就学到东西了。我跟其他朋友说，其他朋友很不理解啊，都很喜欢那个红色的 M 对吧，但是我对那个汉字它的使用我是非常在意的，我觉得很厉害。但不管怎样，我是学的是这些文化的东西，因为我也觉得只有滨崎步他才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我刚才说那朋友呢，我觉得这真是神啊，我觉得这很神奇，就是有一种很神奇的力量伴他左右吧。所以说各位，如果你要都能像他一样的话，你肯定能修成正果的。我们说咱们凡事都得走正道，他走的肯定不是歪门邪道，肯定是正道，对吧？又没托什么关系，对吧？该买什么买什么，也一分没少花。我刚才说我在演唱会上面我学习，这应该算是为自己一个投资，对吧？但是我觉得他其实也是为自己的一种投资。人活一口气儿，感情无时无刻都在作动，对吧？所以说如果说他要是为感情投资的，我觉得这是一点错都没有的。我真的非常佩服他，我觉得太厉害了。咱们进去，这也得在这鞠一躬，对吧？哎，今年明显人多了，以前我也在这录像，就没什么人。另外一个，我就想提醒一下啊，就是，我觉得各位可能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心得啊，你在网上分享也未尝不可。哎呀，这东西掉了。我是莫侬，すいません。すいません。哎呀呀呀呀呀！我跳这个的，又有特效。嘿，你看挺幸运啊，还能在这里还能干一好事儿。嘿，我刚说哪儿了？啊，我就是说，各位肯定会有自己的心得，你会在网上分享一些自己的东西。但是我不得不提醒各位，还是注意不法分子，他去套你。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讲，就有些人说我说话还是挺哲学、挺温柔的。其实。其实我不能算是一个温柔的人吧，因为有的时候我说话特别狠。哎，我来把这拍一下。
为什么说我说话特别的狠呢？这不是一般的狠，就特别特别狠，就招人讨厌。为什么？因为在网上我又不认识你，你挨那儿跟我这套近乎干什么？你像这个，我见到有的人，比如说他要主动把他买的东西给我，对吧？就我果断拒绝。还有呢，就是他要把他抽的票要给我，你像这些都是要我联系方式，对吧？还有的是什么？就是套来套去说，哎，我能见见你吗？我相信这个有不少朋友可能多多少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吧。各位，咱好自为之啊。这个咱们自己优秀，咱自己知道就得，咱用不着别人夸，对吧？你喜不喜欢我，你不可能左右我的人生啊，对吧？你就算不喜欢我，你也左右不了我人生啊，对吧？能左右自己人生，那都是靠自己真挚啊，就像刚才我说那人一样，对吧？真是喜欢，喜欢完了之后，最后能获得很多机会，对吧？所以说呢，尤其是像比如说 B 站也好，还有微博也好，就这种发私信这种行为，各位还是注意一下啊，各位咱们注意一下。你比如说刚才我说那个人，那我估计他应该是比较聪明啊，说笨的话也不可能这样，对吧？而且往往我觉得我猜他是个留学生啊。我觉得作为留学生来讲的话，你这些经济来源你肯定要靠自己打拼打工，对吧？你去获得。所以说呢，长时间以来在日本打拼，然后呢去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见到自己想要的人，然后每次一瞬间的快乐变成了长远的幸福，对吧？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你打工的时候，因为我也打过工啊，我知道那里的辛酸累啊，所以往往在这个时候呢，那有的人他就迷惑你，对吧？哎，说点好听的，对吧？反正他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去挑逗你，或者跟你去搭讪。因此呢，我觉得来年是龙年啊，中国人心目中最高的动物了，对吧？咱们既然都是龙的传人，没有必要为那点儿那个什么甜言蜜语所动心，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必要。すいません。很多人在这照相啊，去年一个人都没有，今天那么多。所以说各位啊，我刚才说那么多，各位明白我什么意思吧？其实有的时候说话自己不客气啊，有的时候别人跟我说话也不客气啊，但是我怎么着我都会觉得这起码算是比较真实的，他不会图我什么东西。有的人是刚开始说话不客气，然后呢一旦突然又转变，往往这会给人一种就是这样一个反差啊，会给人特别好的印象，容易把你钓上来。所以各位也注意这个啊。哎呀，各位，每次也不能说每次吧，反正基本上这最近这两年到这来，我都会在这买一个，这叫做玉手，对吧？我们管它叫护身符。我今天想在这说两句有关这个的东西，就是各位，你看日本有很多就是烧香拜佛的地方啊，你每到一个神社，你没有必要去买这个护身符。没有那个必要，你就怀着一个虔诚的心，你感谢感谢他，啊，我到您这儿来给您添麻烦了，然后鞠一躬，对吧？拜一拜就完了，没有必要去买。为什么呢？就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啊，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你看每一个神社它会有一个神仙在里面，对吧？你买了一个这个护身符，那说明这个神仙就会跑你护身符里，对吧？你家里要是有一堆这种护身符的话，那神仙之间可能会打架啊。
所以呢，一旦打架了之后，可能就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太好的影响，或者说他们的魔力神力可能会减弱，甚至有可能180度大逆转啊，就是有这种说法啊。但也有人说呢，说神仙都是节操非常的高啊，怎么会打架呢？反正不管怎样，我就想跟各位说，说这个东西啊，你买一个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每次都买。然后在同一个神社也没有必要说挨个的把这都买下来，这都没有那个必要。啊，这是其一。其二呢是什么呢？就是一旦你买了之后，有效期是一年。你看我们每年都更新，对吧？现在还是兔年呢，一会儿呢就是龙年，所以呢神仙他的神力他的有效期也是一年，因为每年他不一样啊，对吧？因此呢，你比如说去年我12月31号我在这儿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对吧？那么今年的12月31号我就会把我去年买的那个护身符我要还给他之后我再买一个新的。那么还给他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的朋友就说，哎，这不就还愿吗？这可以算是还愿啊。你还给他之后他会帮你焚烧，就是这个东西要烧掉。说那我来不了怎么办？各位听好了啊，我要是来不了，如果你身在日本你来不了，你可以去其他神社也是没问题的。你比如说你在明治神宫买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你去这个岛根县啊，最有名的叫出云大社，那是神社中的神社，最高级别的神社在岛根县出云大社。啊，我是中日友好大使，岛根县的这个叫前岛使，也算是观光大使啊，所以我在这方面还稍微懂那么一点点。所以呢，你不管在哪买的护身符，你不一定非得去原地归还，你可以去其他地儿，你把它还给他。お滝あげいただけますか？滝あげ是汉字是焚上的意思，焚是焚烧的焚，上是上下的上，所以说就是，哎，您能不能帮我把它给那个烧掉啊，就是这意思。所以说在日本的朋友，如果您要是说无法来到您买护身符的那个神社的话，你可以去其他神社，这也是没问题，随便去一个地方就可以，只要那有工作人员啊。说您回了中国了，回了中国也有烧香拜佛的地方，您去那儿你把请他烧掉也可以。说怎么着都很难，那怎么办？说我可以自己烧吗？可以是可以，但是得注意安全啊，因为玩火肯定是不太好的啊。说那我又不想烧，那怎么办呢？那就把它扔到可燃垃圾里面，这是没问题的，因为可燃垃圾它最后还是被烧掉，对吧？那怎么着它都是被烧嘛。所以这个是我想跟各位说的，就是买这个东西不要随便买，它是有讲究的。虽然说这些东西可能是人弄出来的，但人他也是这万物之灵啊，对吧？那人弄出来的东西他多少他还是有一点道理，对吧？所以咱们就尊重这种文化，他让你这么着，那你就这么着就完了。您说呢？说不买行不行？当然可以了，你在这拜一拜也行，那不来行不行？也可以啊，对吧？你像我刚才说那个人，对吧？从2018年一直努力到2023年、2024年，对吧？和滨崎步接触有那么多，近距离接触有那么多机会，他也不一定非得就烧香拜佛呀，他只是努力去打工去挣钱，好好学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就可以了呀，我觉得也行啊，对吧？所以说就看您是怎么活，我觉得要健康的生活，然后走正道去赚钱，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说到赚钱呀，说到利益呀，有人就觉得，哎呀，怎么那么冷漠呀，对吧？那么俗呀，对吧？或者说人和人之间的就疏远了什么的，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如果说是利益啊，那你要说为了对方的利益，你这么想行不行？那如果你不愿意用利益这个词，那用共生可以不可以？因为说到共生的话，就牵扯到物质交换嘛。你挣钱其实也是一种物质交换，你不挣钱你也在物质交换，你现在是在呼吸呢吧，对吧？你在新陈代谢呀，那就是物质交换啊。所以说走正道赚钱，那简直是太美好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在龙年，我希望各位财源广进，只要是走正道，那怎么着都可以。我刚才说的很多一些这个一些骗子呀，对吧？一些不轨人士啊，对吧？不要像他们一样，对吧？不要那样做。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你看地球上的人啊，
其实受了不少苦，监狱里的人也是在受苦。监狱周围呢什么都没有，可是地球周围也是什么都没有，所以说监狱和地球应该是等价的。那你在监狱里改造好了之后，该受的惩罚都受了之后，哎，说白了就是把该还的都还了之后呢，你就能够被放出来，对吧？所以说人呢，如果要想逃离地球，你不要欠地球太多，所以不要去赚那些没有良心的钱，尤其是骗。你要说你这个东西成本一块钱，你卖一百去，你把这说的天花乱坠，你愿意卖他愿意买，这也可以啊。这说的可能有点过分啊，但是总比骗强啊。只要你不是骗啊，只要你是真东西就可以，对吧？但是骗就不应该了。所以说各位投胎转世未必是好事啊。逃离开地球这样一个监狱，那个是好事儿，对吧？所以各位，咱们转换视点，咱们转换观点，咱们去想一想，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因此呢，就是不希望各位欠这个地球太多，否则地球不会让你离开的啊。等你这个死了之后投胎转世，是不是能投胎到人，那就不一定了啊。这个有的动物，你比如说这个非洲大草原那个猎狗，对吧？你要是投胎到了一个鹿上面的话，你要被猎狗逮到的话，你会很惨的，因为它不会给你弄死，它直接开膛破肚，你活着的时候它就把你给吃了，对吧？但是你五脏掏空之后，你还有意识呢，那多遭罪啊！所以说，我们不要那样，我们不要那样，所以不要欠这个世界太多。好事一定是多磨的，不可能图快，一旦图快你不觉得它是珍惜的，对吧？所以是你会马上丢掉它吗？所以说你像我刚才说那个人，从2018年对吧到现在，很厉害，真的是很厉害。你看他图快了吗？没有啊。所以真的得向他学习，我真的太厉害了，太值得钦佩了。这是滨崎步超话里的一个人，我们在这祝福他。哎呀，看过我上次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买了一个这个啊，叫什么缘分，对吧？各位，我觉得吧，就是你要是有一个真挚的爱情，这个是比什么都强。但是光有这个东西好像还不行，你得给人物质啊。一说物质，可能又有人不爱听。怎么说呢？物质这个东西，它是精神的载体。你比如说一个很好的东西，对吧？比如说滨崎步的演唱会，它应该算是商品了吧？它应该算物质，对吧？但是它是精神的载体，有很多纯粹的灵魂，制作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这样一个物质，它一定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所以说，给你心爱的人很多这方面的物质，我觉得真的是比什么都强，对吧？因此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想祝各位财源广进，原因就在这儿呢。以前我也不是很懂这个东西，但是反正这次吧，我准备买一个跟财运有关的，想有一些这算是基础了吧，算是地基啊。有一个这个东西，我相信其他一切都会很好的。看看一会儿能买什么啊。すいません、あ、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お金を用意いたしましたので、はいはい、では3000円ですかね。123、初めてですよ。基本的に全部1000円だけですね。今回は初めて3000円のもの、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フォローお願いします。ちょっと見せていただけますか、中身。はい、写真します。うわ、素晴らしい。あ、裏はないですか。裏ないです。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れ炊き上げは玄関のところです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願いします。袋もあるんだ。あ、すご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素晴らし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良いお年を。
各位看见我刚才买的东西吗？这是头一回，哇，这么贵，3000日元。你看其他的那些护身符，就1000日元哈。我也是头一回买这东西，挺好。我买的那个是就是，跟就是商算是商业铸成吧，啊，有了那个之后呢，可能对这个商业呀、经济啊会有一些贡献啊，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啊，又到了祝福的时候了。每次我都会在这儿待上10秒，那这次呢，咱们开始。鞠一躬，各位许下愿望了吗？啊，反正呢，这也是录像啊。您要是没许的话呢，您可以把这录像带倒回去，您再许一遍，对吧？这刚才啊，就是我不是说这东西得还嘛，对吧？咱们得烧掉，对吧？他说在这明治神宫的门口。行，那我去吧。咱们再鞠一躬。各位，我刚才来的时候没注意，这终于开了。以前这都是闭锁的，既然来了，去里头看看，到底都有什么东西。我靠，这卖吃的。
我这现金就带着5000，我刚才已经花了3000了。我在这基本上吃不下什么了，啊不不不，吃不了什么了啊。而且表参道我去年那时候，去年去了那还有，那还有马刺利。我去年在表参道那块还吃了东西呢，我准备想去那块吃一下。哎呀，看样子这真是恢复了啊，好事儿，好事儿。啊，各位，我刚才就是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您这个小东西买了之后过了一年，如果没有条件去神社焚烧的话，就扔在这儿就可以了。哎，各位，我突然发现啊，就其他地儿只能收现金，但这一块能用信用卡。那要这样的话，买这个吧，我就看这顺眼，其他的也就那么回事儿。确实那么回事儿，对吧？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よよどし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哎呦，还是买了一个，因为在这儿以前就没在这儿吃过饭，我在这儿买一个应该不过分吧？我准备，我坐这儿吧，我坐这儿吧。Can I sit here? What about here?Oh, thank you, thank you. I'm sorry. No problem. Oh, Happy New Year. You too. Thank you. 哎，都走。哎，炒面条也就这么回事儿。哎，这不是这么回事儿，它就不是炒面条了，对吧？还有一鸡蛋，这不错。OK， 开动。哎呀，各位，现在已经晚上8:50了。我刚才吃个饭，竟然吃了半个小时。为什么？你看前面这两位了没？这俩喝我一桌子，这叫您能聊。但是我觉得挺好的，啊，因为以前都没有这种经历。缘分哪哪都有，对吧？就看你珍惜不珍惜了。Nice to see you. Oh wow. Have a good evening. Nice to meet you. I will go to Omotesando. Do you know Omotesando? Is in Asakusa. What is it? Out of here is Meiji Jingu. Yes. Yes.Out of Meiji Jingu, another side is Omotesando, and you can eat a lot of things there. The famous street. Yes, yes, yeah, yes. We came from there. Oh, really? Yeah. I will go there. It's really nice. Street and then to the left. I want to eat something out there. Yeah, bye bye. Happy New Year. Bye bye.哎呀, very kind people. Very kind people.哎呀，各位，我走到门口了。还记得刚才我说的那个，我要把这个烧掉，在哪儿啊？すいません。お炊き上げはどこですか？お炊き上げ。あそこの古神宮農殺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哦，原来在这儿。我还以为真有一炉子在那烧火呢。那应该是放这里了，对吧？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谢谢一年。现在去马路那边看看。哎呀，刚才那面条，
用的是信用卡，没用现金，所以说我在那边就可以用剩下的2000日元买点东西吃。其实以前这不是那不是9点开门吗？滨崎步的演唱会，我早就去那排队了。但是刚才那跟那两位聊了一会儿天儿，啊，我觉得还是挺好的，那时光得珍惜呀。啊，人家要不说走，我还不走呢。哎，去那儿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我现在还饿。这演唱会比较耗能，你说这上面又唱又跳的肯定得更耗能，对吧？咱底下坐着都，所以说吃点东西。哎呀，我记得去年我在这儿的时候做了一场吃播，啊，行吧，我先拍一溜够啊，先拍个一溜够，然后到时候再选。哎，我可能会选这个。对，哦 ，Do you remember me? You still remember me? Yeah, of course. Last year I bought one. Today I also will go to bought one after I record my video.天哪，他还记得我。哎呀，你看没？你看这才卖500，明治神宫那竟然卖700，呜。各位，这音乐熟悉吗？宝儿的 ID PSB。OK。这说话得算话呀！刚才我跟人说，我一会儿还得回去。买一个他那东西吃，吃什么呀？所以说录完之后赶紧回去再买一个去。各位看这烤鱼了吗？这名字叫阿 U。我靠，一根800，我以前吃才500。哇塞，真是我前面还有很多。肯定。早餐喝奶粉吐了吗？这些东西吧，其实按照老北京的话来讲的话，就是坑人的玩意儿啊，要么就是蒙人的玩意儿啊，就基本上就是根本你吃不着什么东西啊，就图一乐啊，顶多也就图一乐，哎，可不就图一乐嘛，要不然谁来这儿啊？但是我明显感觉到东西贵了。
这个以前也是500，哎，现在也是700。哎，就刚才那个炒面还记得吗？500日元，以前还真是500日元。但问题是，以前是大份的，他那刚才500日元，刚他那500日元那整个就一半份儿。嗯，哎，说白了，还是变贵了呀。哦，就这种烤小蛋糕，巨齁的慌。哎呀，行了，前面差不多了吧？我得赶紧回去，还得买他那东西呢，人还等着我呢。嗯。嗯，就这种烤香肠，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吧，经常有。那时候还是电烤的，一个才几块钱啊？它是700日元，700日元现在就说35、40。它这一根好像900啊，不是900就是800，好贵啊！哎，可以回去了。啊！各位是不是觉得我镜头非常的晃啊？我没法不晃啊！我要再不看着脚底下，我非得翻了不可。这个头的原因，它这个重心啊就比较高，你知道吧？哦，这音乐听见了吗 ？Big Bang。我靠，就这东西，就这铁柱子，这要是撞到我老二，我这人就该废了。我靠，这个得，No problem, I'm coming. This is you too? What? What is this app? What do you use? What did I use? YouTube? Yes, YouTube. Yeah. Can I use? Can I record? Yeah, I'm use.Oh, really? I'm full of you. Okay, I will tell you my YouTube ID after a while. Okay. I think they're different, right? Yes. I think... Okay, this one. Otsumami. Hi, thank you, sir. Please. Hi. Spicy. Spicy. Very spicy. Little spice. Normal spice. Very spice.Really? Yes. Of course. Wow. Yeah. Oh my God. This is big. Big size for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No problem. Okay, nice work. Do you want to get or...package is okay. Package. Oh, okay. Thank you. You eat now? What? You eat now? Yes. Okay. 700 yen, right? Yeah, 700 yen. Osleep. Sorry. No problem. 1, 2, 3, 300. Okay, thank you. You eat now? Yes, I will eat. Okay.他说看演唱会的朋友需要从这儿上去啊、哦、可能是客人太多，你看还是所以说嘛，这个、新冠过去之后哎就很繁荣了。我靠，这么多人。哎呦，人好多啊！我怎么进去啊？幸亏把该拍的都拍了，这要现在拍，那基本上就没戏了。お願いします。色がついちゃうかもしれないんで気をつけてもいいです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Thank you.
行吧，老子上去吧。哎呀，各位，这找座位吧也是个事儿。
黑灯瞎火的，什么都看不见，这要是摔着怎么办？すいません、隣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帰省対象を行いますので、係員からの案内があるまではご自分の席でお待ちください。それでは開演までしばらくお待ちください。
本日は協賛アベマ TV 株式会社オリエントコーポレーション歩浜崎カウントダウンライブ2023-2024 でレンタルゲート25にご来場いただきまして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客様一人一人のご協力をお願いするとともに以下の注意事項およびご案内を申し上げます。会場内では係員の指示をよくお守りください。の指示に従わず自ら混乱を招き怪我などを生じた場合主催者、会館及び出演者は一切の責任を負いません。場内でのカメラ、テープレコーダーなどでなくが録音行為は固くお断りいたします。本日の公演はライブ生配信のため客席内に収録カメラが設置されております。お客様が映り込む可能性がございます。あらかじめご了承ください。終演後は警備施設との混雑緩和のため原宿門を閉鎖し渋谷門からの退場となります。一斉退場を行いますので係員からの案内があるまではご自分の席のお客様一人一人のご協力を主催者および出演者よりお願いいたします。演出の都合上会場内の非常灯を消灯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非常の際はお近くの係員の指示に従ってください。また本日の公演はライブ生配信のため客席内に収録カメラが設置されております。お客様が映り込む可能性がございます。あらかじめご了承ください。終演後は近隣施設との混雑緩和のため原宿門を閉鎖し渋谷門からの退場となります。規制退場を行いますので係員からの案内があるまではご自分の席でお待ちください。それでは開演までしばらくお待ちください。
本日は協賛アベマ TV 株式会社オリエントコーポレーション歩み浜崎カウントダウンライブ 2023-2024A コンプリート25にご来場いただきまして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まもなく開演いたします。ご自分のお席にて今しばらくお待ちください。
忘れることもできる。忘れずにいることもできる。けれど、忘れられないことがある。カウントダウンライブへようこそ。
客様はご自身のお座席にてお待ちいただきますようお願いいたします。各階お座席のブロックごとに帰省退場のお呼び出しをいたします。お呼び出しがございましたお客様は係員の誘導に従ってお出口までお進みください。本日原宿駅側になります原宿門は0時より封鎖となっております。ご退場は渋谷駅側の渋谷門のみとなりますのであらかじめご了承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終演後も場外特設テントにてグッズ販売ファンクラブブースを行っております。ご来場の記念にぜひお立ち寄りください。あ、ごめんなさい。それではご案内を始め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まずはじめにアリーナ席 E6 ブロックから E10 ブロックのお客様、アリーナ席 E6 ブロックから E10 ブロックのお客様、アリーナ席 W6 ブロックから W10 ブロックのお客様、アリーナ席 W6 ブロックから W10 ブロックのお客様。続きましてスタンド席1階2階南北スタンド A ブロック B ブロック C ブロックのお客様、1階2階南北スタンド A ブロック B ブロック C ブロックのお客様、どうぞお出口へとお進みください。お帰りの際はお忘れ物などございませんようお手回りにご確認の上お帰りください。ただいまお出口周辺の混雑緩和のため規制対象を行っております。お客様は係員の誘導に従ってお出口までお進みください。終演後も場外特設テントにてグッズ販売サンプラクースを行っております。ご来場の記念にぜひお立ち寄りください。本日原宿駅側になります原宿門は0時より封鎖となっております。ご退場は渋谷駅側の渋谷門のみとなりますのであらかじめご了承お願いいたします。続きましてスタンド席1階2階南北スタンド D ブロック E ブロックのお客様、1階2階南北スタンド D ブロック E ブロックのお客様、どうぞお出口をお出口へとお進みください。ただいまお出口周辺の混雑緩和のため規制対象を行っております。お呼び出しがございましたお客様は係員の誘導に従ってお出口までお進みください。本日原宿駅側になります原宿門は0時より封鎖となっております。ご退場は渋谷駅側の渋谷門のみとなりますのであらかじめご了承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アリーナ席 N1 ブロックから N4 ブロックのお客様、アリーナ席 N1 ブロックから N4 ブロックのお客様、アリーナ席 S1 ブロックから S4 ブロックのお客様、アリーナ席 S1 ブロックから S4 ブロックのお客様、どうぞお願いください。以上でアリーナ席のお呼び出しは終了と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アリーナ席のお客様は係員の誘導に従ってお出
各位，咱们下次演唱会再见。不清楚24年滨崎步演唱会的计划是怎样的，反正只要横滨和东京要是有的话，这离得近呢，我肯定去。希望来年还有跨年。那就这样，各位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